耶！刚才看完很多戏剧的动态之后，接下来就是歌手的动态啦。对 ，TT。哎呦，超喜欢 Twice 的。对 ，Twice 要出新专辑了。我爱你。南韩超人气女子团体 TWICE 推出第四张迷你专辑，十五号 MV 才曝光，新歌立刻登上各大排行榜。I must let you know， 这一次新歌在 MV 中，每位成员身怀绝技、玩超能力等等，收到神秘的讯号后，使出绝技来追外星人，有的瞬间移动，有的被漂浮，甚至暂停时间。其中周子瑜力气超大，一不小心就把外星人打飞。整首歌舞蹈都是以外星人为主，大家比着六，好像在接收讯号般。MV 一曝光，立刻引发热烈讨论，而且不到两个小时就超过500,000次的浏览，人气超夯。不过超人气却引来有心人，此讯号他们在首尔公园出席活动时，一位男子站在周子瑜前方，歪着头拿手机的模样，疑似在偷拍周子瑜裙下风光。当天周子瑜在台上不断的压住裙子，避免被风吹起，成员也帮忙多次贴心压住，而疑似偷拍的影片在网络流传后，粉丝们相当气愤，点燃着粉丝的怒火。 TV 新闻综合报道。